Hello， 今天晚上我们还在学习汉语吧。那么今天我们的消息是什么呢？首先呢，我想给大家分享今天天气怎么样。今天在下午没有下雨，不过今天晚上可能要下雨，或者明天早上吧。好，所以因为我们有这个改变啊。在这个天气的改变，所以我们也应该改变一点我们的在啊，我们在什么的天气。好，那么接下来我想给大家分享这个消息吧，因为今天我差不多用我收到的时间学习西班牙语啊，因为我想考啊西班牙语的考试，这是在12月的考试，所以我查一下什么视频，什么东西我可以听，然后把我的水平变更高，这样子。还有呢，我还在用这个 Instituto Cervantes， 那他们有这些我们可以用这些我不要说课文课本，但是这个是就是网络服务吧，这是网络服务的课。你应该付钱，然后你会看见什么东西，你应该知道。如果你想考这个是B1 水平 B1， 然后你会看见在里面有什么字，有什么这是发文法或是语法。你应该知道。其实呢，我用这个课，然后好像我读这个读书啊，我读很多次，很多句子，然后我应该知道这些字有什么意思，然后我应该把什么人讲的跟这个句子有一样的东西，这样子。所以如果你没有了解，你没有还有你没有认识什么词应该跟这个人讲的东西是一样的，你不会搞好。所以好像我用这个东西，这个网络服务网络服务，我用这个东西更读书吧，更读什么书本吧因为有时候我也读这个 El País， 叫做 El País 的新闻，然后我发现有时候我问自己这些东西要出现吗？要在考试出现吗？所以我应该集中哪一个语法，哪一个字我应该知道，然后会考好，在这个 B1 水平考好，这样子吧。不过我还在看El País 的什么消息，因为为什么我还在看这个 El País 的消息，是因为我的理由吧，为什么我还在学习西班牙语吧。如果你不要用这个语言让你自己更强更好
那么为什么你还在继续学习吧？如果学什么东西没有给你什么进步哦，没有给你什么你会将来用，为什么你还在继续学习吧？这是其实有很多人也想一想哦，或者有很多人也发现，为什么我们应该学习书写？为什么我们应该学习这个什么语言，这个英语？然后后来我们的英语不是那么好，毕业以后我们英语不是那么好，然后我们不会，我们不会去那个公司工作，因为他们需要有人来，然后那个人会讲英语。我们已经毕业，但是我们英语不是好，不是那么好，所以要做什么了？其实就是这个问题啊，这个问题有很多人问吧。在菲律宾家庭家里要告诉他们孩子你应该好好学习，他们已经知道你应该学习，好好学习，找好的工作，但是我们会发现，为什么这些孩子虽然已经知道了这个教育的重要性，我要说重要性，不过他们也做什么不好的什么那个坏人的办法吧？为什么？因为毕业后他们即使没有能力，还没有受到那个能力，比方说英语，然后我们还在把这个问题跟这些违法经过的坏人做法吧，因为他们让更多人没有职能，没有能力，所以他们会利用用钱利用这些菲律宾人吧，这个是他们的办法。好，那么接着呢乖儿，我讲一下为什么书写我们应该知道这些书写的办法接着呢我是那个人那个人我问老师为什么我们应该知道这些东西，为什么然后老师给我说应该自己找一下好像就是你自己应该做的事。好，其实呢我不是一个人去，我跟我朋友去吧，因为我们真的不知道所以后来我发现有改变了，我们不需要知道这些书写的什么最那么高的水平的东西了，所以我们发现是因为我记得这个在日本的这个是 Gale 就是指那个大学啊，那个老师说我们做的课吧，这个课我们不用那么高的书写吧，因为做那个课，就那个书写课真的很高吧
真的很有能力吧，很有能力的老师，还有很有能力的学生，所以好像我们在那个时候应该做这些那么高的书写，是因为老师也想一想，哦，是因为这些学生是菲律宾的镇最高的还有很能力的学生吧，所以我们做这样子。但是后来我们应该想一想，我们这么用了啊这些东西吧，然后为什么有些有人要说有能力做坏人的办法，比方说这些非法禁购的办法吧，为什么他们要做这样的？因为他们也没有用这些书写吧，因为他们输了什么，计算了什么，是只有他们这个少数人们的少数的人，只有那个少数的人。人口啊，我要说人口，少数的人口，然后大概不需要了，我们要利用吧，我们用钱利用那些人吧，这样子。好，那么过一会儿呢，我也看一下这些西班牙语的桥场的揭示或是演示，因为我想把握现在的西班牙语更好吧，所以我看一下他们这么会揭示这个生数啊，这个生数，所以我会说到有些其实还有些词他们在西班牙语用。好，那么在菲律宾呢，我也有时候发现还有认识那个在教堂讲的菲律宾人，他说的英语吧，说的英语有时候好像说错了应该好好练习，还有继续练习吧，因为我听一下有些东西我可以说讲的不好啊，就是那个语法吧，关于语法还有时候我们可以说那内容有那个问题吧，所以跟我一样吧，在这个西班牙语还有这些语言啊，因为我每天好好练习，因为我知道我说的有时候字不对，还有语法也不对，所以我应该这样子好好练习。好，那么其实很多菲律宾人也有这个问题，因为他们去小学这些公立小学、公立中学、高学、大学，但是他们的英语还有问题，他们好像会听啊，因为那个音乐还有电影电视的节目也是在英语，好像他们会听见，但是如果我让他们，你可以让他们解释一下，在英语解释一下你看的东西，你听到的东西怎么是意思吧，我知道他们
讲的有许多错的语法跟我我弟弟的孩子一样吧，因为他只看见那些电视的节目，然后没有跟谁在英语讲他看的节目有什么意思，然后有什么故事哦，所以我知道他讲的有许多这些问题吧。其实呢，我在日本的时候，虽然我做的很多很多这些这些功课，老师给我们很多功课，全部我都做。虽然我全部都做，不过后来我会去更高的水平，然后老师那个日语课的老师让我们写我们自己的意见，我们会发现我写了很多很多没有我不要说没有意思，就是我学了很多不对的语法，不对的词，我也知道，因为我们在那个时候我报名那个课以前，我这写的功课就是好像跟公文这是日本的公文一样的，有很多纸张，然后你应该写这一些句子答案是什么，应该写，然后后来应该把这些句子在那个对最高的最高的日语课应该做你自己一件，然后你应该用句子吧，但是因为这是的时候你应该用的句子不是一个只有一个句子吧，你应该用更多的句子成为一个文章吧，是这样子啊，所以你应该写一些所以做这样的班子你会发现哦，有很多东西我不会好好解释，所以你应该练习吧。然后这是写的部分，以后你还需要讲，这个是也是一个部分吧。过一会我也看见卢卡先生，卢卡兰巴耶罗先生的视频，因为好像他十年中。这一些视频在这些视频介绍一下，好像大概是在英文吧，英语然后他也说这个是 speaking, listening, reading, writing 这样的东西吧应该写，应该读，还有应该讲，还有应该还有什么应该听好啊好所以我们在菲律宾也应该做这些好好练习好好练习，因为如果真的进步菲律宾人真的会进步的话，或者需要进步的话，他们应该把他们现在的水平把它更好吧。因为为什么？因为，你这么会，去这些公司工作吧？他们需要有能力的人吧？会讲英语，还有那个英语应该，内容也说的对吧？你不可以说什么，什么东西？因为在美国吧，因为在美国有人有能力讲英语，但是内容是什么了这也是一个问题吧。好，所以
你应该知道怎么会做，怎么会说啊，怎么哦，还或者怎么会做这样子东西吧？啊，好，好了，我们在这儿停止，然后继续好好练习，谢谢。